这是个正常螺丝刀，对吧？啊，正常螺丝刀啊，我这么转，你看，这是我拇指是食指哈，嗯，我从这转到这儿，是几圈？一圈，半圈，半圈是吧？嗯，我从这儿转到这儿啊，嗯，那我这么转，然后前面头转几圈？那肯定也是半圈啊，也是半圈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有种手法，就是我这个手在这儿。转半圈、嗯、然后前面头转两圈。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我给你表演一下，你要是能看出来破绽的话、嗯、这是你，你要是看不出来的话这是我的，行吧？行。行吧？行。你要不要检查一下？没问题，这正常螺丝刀。一体的都是。对呀、啊、一体的吗？嗯。好了哈。嗯。我这么拿着对吧？跟您看前面啊，嗯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是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是吧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嗯，你再来一次就不能是一百了，再来一次就得500块钱。行，这是五百哈，五百哈，嗯，我只在这儿试试，在这儿哈。前面转两圈，对啊，嗯，我开始了，嗯，大拇指试试啊，嗯，注意看手法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手法吧，手法练出来，就交给我的啊。不是你学不会，每个人体质不一样。咋了？你看着天哥。只能逆时针转，以前动这些开关，它又能顺时针转，能逆时针转。对啊，现在你看，不管怎么动，都只能一个方向转了。那咋回事？你这样的话就只能拆，不能装了。你看，只能一个方向。那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我说的，那个会员到期了，然后没充会员嘛，它功能就没了，现在只能一个方向了。你上次不还用来着吗？你上次用正常啊。我上次用的时候，他是送了一个那个刚买刚激活，然后他送了12天的那个体验，这不写着呢吗？12V送了12天 VIP。不是，那个下面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外语。你想想办法。反正你要是不开的话，这个玩意儿就修不了了，就这个就修不了了，这个可能就得这个桌子可能就废掉，这个往那倒。我天哪！多少钱呢？会员呢？会员太贵了，我觉得要不然咱也不买吧，太贵了，不知道。你别废话，多少钱？反正你大不了就再买个新电钻，然后桌子就不修了呗。多少钱？500。不是啥电钻会员500块钱呢？那你要觉得贵就不买嘛，它有免费的，免费的就只能逆时针，它修不了了。你自己试试，只能逆时针。好了吗？行。然后咱现在不是会员了吗？啊、你要是再充250的话，前面这个转速还能变快。现在转速慢，看发现？现在转速特别慢，再充250，转速能变快。不是你笑啥呀？我没笑。